趁这个暑假做一点有意义的事。终于，我们要重新生活。演恐怖片呢、啊？妈，他很危险的，这样。我买个猪肉走了吧，像阿志凯人一样。组团一起干大事，创造更美好的事。八大综合台7月9日起，晚间9点，一起干大事。我这辈子只干好事，我不干坏事。